大伙儿应该看得出来，我们摄制组整个身高是最高的，我相信我们的电影的品质也应该是最高的。这边呢是张亮，亮哥在我们剧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反一啊。这是女一张兰心，这是男一黄景瑜，啊，这是我们的老板蒋德富先生。哎呦，我想问一下老板，您是挑演员的时候是根据身高跟颜值来挑的吗？因为我们这部电影质量是最好的，所以我们一定找最高的。我想问一下张兰心老师，您在，没事儿，您在里面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能简单说一下吗？这个角色我做了回自己，还找着对象了，但是对象后来又死了，然后后来发生了很多不可描述的事情。你只能到电影院里才能，要支持我们的电影，才可以发现后面的故事。这么神奇反转的剧情。所以我们是枪炮妖花之枪炮妖花之盟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部枪炮妖花之盟。谢谢，谢谢。